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跟大家又见面了。啊，现在咱们一块儿啊，已经回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的东北长春了。那么这故事到底是怎么个来由呢？这故事首先呢，是咱们家一个听友叫漂亮宝贝，一个小姐姐给我提供说的。她说，凯哥，我是长春人，从小土生土长的长春城市的。我们那边啊，打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一两岁两三岁那会儿刚刚记事儿，就那一直闹着一个传说。这传说跟骨灰盒有关系，你能给我讲讲吗？我说，姑娘啊，你得把这故事告诉凯哥呀。我说，我怎么给你讲啊？然后小姐姐就给我找故事去，费了半天的劲，好像是问了她二舅是什么的，这才把这故事给她弄来。也就是说，这故事和人家漂亮宝贝没太大关系，但是的确是人家漂亮宝贝告诉我的。这件事咱要正式开说的话呢，咱得刚才说了，先跟我回到这个90年代的东北长春去。这会儿的东北长春呢，出租车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当然了，人家长春也很发达啊，早就出租车就出现了。但是90年代末期，大家开始对打车产生了极大的意识了，好多人呢招手即停，而且那会儿呢起步价好像是5块钱左右，不是5块就是6块，这我实在是无法考证了。出租车这行业盛行之后啊，长春啊跟别的大城市一样的，遍地是出租。所以咱们这期故事呢是非常精彩，又是围绕着一个出租车司机说的。这司机啊姓刘，是个小伙子，这会儿呢刚刚通过他爸的关系拿到了这个运营驾照。那个年代出租的这个运营执照啊还不是说太难，但是前期投资对于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来讲，这可是个大事儿了。小伙子就特别的精心，接过来了这辆出租车之后，那真的是当命根子干。别看他岁数不大，人还是非常仔细的，这辆车呀一天能擦个三四次，特别的注意。当时小伙呢一般情况下出没在什么地界呢？大概就在长春的这朝阳沟一带。当然不是说只在朝阳沟接活啊，直径半径不会离开朝阳沟大概10到8公里去。在这周围附近天天转悠，看来这会儿大家也听明白了，小伙大概也是住在朝阳沟附近的居民。出事的这天晚上啊，是咱们这小伙子工作大概有这么3个多月了，已经熟悉了出租车司机啊该应有的这些职业操守了。这晚呢，他说我大概是8、9点钟吧，8、9点钟我开车来到了这么一个地界，那地儿是哪儿我忘了，大概离朝阳沟不是说特别远。但是呢当时呢我呢就是把车停在路边嘛，我就等活嘛，然后来了个男的，一看就喝多了，但是那天晚上活不好，喝多了我也得拉呀。所以他上了车之后呢，我就给他送到了一个叫什么山的小区里边去了。到了小区门口啊，他都快下车了，他夸夸搁我车上吐了一地，把我给气的。但是我忍着没说话，那男的一看也挺不好惹的，我脾气也不好，万一管管起来了这不惹麻烦。我呢就在他们家那小区门口呢清理车，哎，刚把这车清理干净了啊，我还是找人家那小区保安借的水，嘿，打老远呢就走过来两个美女。当时咱们这个小伙子呀，一看从远处走来的两个美女，眼前嘚儿一亮，这是正常反应啊，人家可不是坏人呐。这小男孩嘛，本身他岁数不大，20多岁了，见着小姑娘漂亮的呢，而且又特别扎眼，你不能怪人家多注意几眼。并且这两个小姑娘俩人穿着哎差不多一样的，一人一条白裙子，这小白裙子穿的特别短，不能说是那种齐皮小短裙啊，但是说也差不多，长长的头发打扮的非常时尚入流。两个小姑娘也是典型的那种东北女孩，个子是又高大，骨骼还不是太大，说白了吧，走在大马路上是那种回头率极高的两个姑娘。当时咱这小伙啊，不但看过去之后俩姑娘外形性感漂亮，而且俩人身上带着一股仙气儿。什么叫仙气儿呢？她不是那种坏人，哎，一瞧就不是那种风尘女子，或者是啊什么爱出来混的，完全不是，身上带着一种气质，而且两人走道轻飘飘的，姐俩呢没有牵着手，离着不远，肩擦肩的朝着小伙的这辆车的这个方向就这么慢慢的走过来了。这会儿正常男人那肯定就心里边琢磨，哎呦，这长得怎么漂亮啊，这要是能上我的车，我拉他一下也挺开心的是吧。哈哈，换谁谁都这样琢磨，咱们这小伙子也一样，一边在这收拾着车，一边期待着这俩美女能走到他旁边，告诉他一声啊，师傅，车走吗？没想到的是，
真的就如他所愿，俩姑娘是径直的朝着这辆出租车走过来了。小伙当时站在出租车的后备箱位置，俩姑娘就站到了小伙的面前，直接就告诉小伙说：大哥，车走吗？小伙当时一听，这嘴都打颤了。走走，去哪儿啊？上车说呗。啊，是啊，对对对，上车。你看，这叫年轻男人，接待顾客之间都有区别。刚才接待那男乘客的时候，别提多凶了。现在一看是两个漂亮姑娘，咱们这小伙都紧张起来。坐到车上之后啊，小伙把车启动了，朝着前方开始开，一边开着嘴里边就一边问：妹儿啊，你们俩去哪儿啊？可是接下来这俩老妹儿回答他去哪儿的时候，小伙一听完，这全身的汗毛蹭的一下就竖起来了。因为俩人说要去的那个地界啊，这长春人谁听谁都害怕。当时小姐姐是这么说的：我们俩去朝阳沟西街的140号。可能您是外地人，您听不懂这到底是哪儿，但是当时在90年代这朝阳沟西街那边的140号是出名的长春的大殡仪馆。而且这殡仪馆旁边连接着好像什么好多啊墓园啊这些地界，说白了这不是好地儿。而且这大晚上的，这会儿都9点多了，俩小姑娘上那儿干嘛去？可是大家此时千万别忘了啊，这会儿得有一个心情上的反差牌。什么叫心情上的反差牌啊？我给您一解释您就明白了。这小伙子当时啊，后边拉着两个漂亮的美女乘客，再加上这小伙子呢喜欢在人前逞能，其实不只是咱这司机这样，谁哪个男孩都是这样想的。他不会在女孩面前表现得自己特弱的，比如说可能要是我拉上了，我就不是这小伙这样，我可能就得说：哈，你去那儿干嘛呀？我不去。我可能是这个状态的。但是咱这小伙子东北老爷们特刚毅，在那儿硬挺着，故作镇定回答这两个小姐姐：哦，去朝阳沟是吧？没问题啊，咱这就走。哎，小伙子搂住了，没有露怯，没有露出来自己害怕的意思，但是这心里边可就在扑腾了。因为听到那个地址的时候，小伙子早就已经敏感起来，接下来不得拉着人家这一路上望着朝阳沟那边开吗？时不时的，咱这小伙子顾不上问这个朝阳沟那边你们大晚上到底上那干嘛去，一直从反光镜偷看人家这姐俩。刚才呀初见姐俩的时候离得远，现在这姐俩坐到他车上了，哎呀，是透过反光镜是越看越漂亮啊，那个皮肤那个白呀，小姐姐的腿那个长啊。呵呵，而且这俩小姐姐是自打上车上来之后，身上散发出去的那种女人味，再加上香水的那股子香气，还有一股子奇怪的檀香味，是感染的咱们这个司机大哥呀，呵，是浑身开车都贼带劲呢。司机小伙一边开着车一边心里琢磨：哎呀，我的妈，我要天天能拉这样的多好啊，这应该个俩姑娘，人家这是怎么长的呀？我妈给我介绍那对象咋长那样呢？越想心里边就是越不平衡了。时不时的呀，也跟小姐姐搭了两句话，就是随便搭俩话。啊，你们是住哪儿的呀？问着问着，慢慢的就扯到了为什么您俩人这么大晚上要奔朝阳沟去了。但是这俩小姐姐呢，并没有正式的给她解释，只是告诉她说：哦，我们到那儿找个人，有人在那儿工作，有事儿。由于这两个小姐姐说话特别清冷，好像有点对她带搭不理的。大哥也要面子，再漂亮我也不是舔狗啊，所以说一看呢也就慢慢的不说了，后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还是说上那么两句，就这么一路奔着朝阳沟就这么驶去了。大概呀，这天开了有这么15-20分钟，慢慢的就开到朝阳沟附近了。到了朝阳沟之后，大哥说：我是心有点虚喽，我呀是个胆大的人，其实胆不小，但真到了朝阳沟这附近呢，方圆好几里地开始就慢慢的没人了，尤其再加上这会儿是晚上，哎呦，再加上又是冬天呢，股子阴风阵阵吹得我这车窗边上嗖嗖的呀，我就总感觉这车灯前面别飘过去个什么东西吧。小伙儿俩手八字打着方向盘，你说发抖吧倒不至于，但是特别的紧张，就这么硬着头皮
奔着朝阳沟深处那殡仪馆就这么开去了。当时大哥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什么侥幸心理？他没想到这俩小姐姐是真奔着殡仪馆去的。他可能想的是，是不是殡仪馆旁边有什么工作地儿啊？有什么他朋友在哪上班？但是万万想不到，接下来这姐儿俩给他指的这个地儿，这正是朝阳沟的那间特别大的殡仪馆。到了殡仪馆门口，小伙说：“我这会儿啊，有点抖了。”这姐俩干嘛呀？大晚上的，大晚上上殡仪馆干嘛去？难道他们家出什么白事儿了吗？没办法呀，也只能用这样的心情来开导自己了。还没等来及自己问了，可能要跟人家说到地儿下车了，这嘴还没张开，这俩姑娘人家先说话了：“哥，我们俩进去啊，拿点东西，这附近找不到车，一会儿你还得把我们拉回去，就是你接我们的那个地儿，我们随便拿点东西，三两分钟就出来，麻烦哥等我们一下。”哎，这俩小姑娘变化非常大。怎么变化大呢？我告诉您啊，刚刚啊，其中是另外一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那个姑娘在跟小伙子对话，但这次说话是个子高的那个。小伙说个子高的这个是最漂亮的，他说话跟那姑娘不一样，那姑娘说话偏清冷，这说话温柔。哎呀，那小声音那个酥啊，我再一瞧人家姑娘的长相，我连想都没想啊，直接就回答：“啊，好，没问题，哥在这等你们啊，你稍微快点啊，也不急。”其实这会儿大家就听得出来，咱小伙已经发毛了，然后径直的瞧着人家这俩姑娘朝着殡仪馆里边走去了。小伙把车停在门口等着。哎呀，咋还不出来呢？这次都进去两分钟了，大晚上上殡仪馆干嘛去？可是足足就这样在门口啊徘徊等了得有五六分钟，这才大老远的看见从殡仪馆的大门那里边慢慢悠悠的飘飘忽忽的走出来两个白影子。别害怕啊，您啊，这俩白影子就是那样一位姑娘，因为他们俩穿的白裙子嘛。小伙子这会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哎呀，得了，行，我可能想多了，人家不是鬼，这不出来了吗？”但这次这俩姑娘出来之后啊，她不是像刚才一样的，这手里边一人多了一样东西，这东西拿着非常的突兀，小伙子一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力了。小伙子当时一瞧，拿的啥玩意儿？一人手里边拿着一个褐色的什么呢？破布袋子，这布袋子里边兜着个方盒子。小伙顿时瞧过去，这是个傻子也能看得出来呀，上殡仪馆取俩方盒子出来，那是干什么的东西？不用我解释了吧？当时这小伙就更有点害怕了，但是不能问啊。怎么问呢？而且这会儿心里边自己一直在琢磨：“哦，这大晚上上这儿来，看来是家里真出白事儿了。人家上这求骨灰来了，可能回家供去了，等于自己在这哄自己玩了。”接下来就这样，俩姑娘一人提着这个袋子，装着这方盒，就又上了这小伙的车。然后其中呢，一个之前跟小伙聊天清冷一点的那个姑娘，招呼了一声：“师傅，久等了啊。”啊，咱们回去吧。小伙一听爱了一句，开上车轰上油，赶快掉头急行朝着回去的方向走了。接下来回去的路上天色已晚，一路上大街上没什么车，小伙子的车开得非常的顺，比刚才要快点，有个十三四分钟就快到姑娘家附近了。在开车的这一道上啊，咱这小伙几次啊想跟人家聊聊天，问问人家大晚上上这儿干嘛来，你拿的什么呀？但是每次问出来之后，姑娘都非问非所答，直接把话题岔开。有这么两三次个来回，谁还再问呢？人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好吗？回来人家不高兴了，对不对？小伙也就不问这些事儿了。慢慢的，没说多一会儿话，这眼瞧着就到了人家门口了。可是到了人家门口之前呢，小伙告诉我说我一定是确定的，在啊临近他们家这小区之前得拐个大转盘，在大转盘之前我还从后视镜偷看过他们俩了。也就是说，人家大哥讲故事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把自己真实的内心活动都说出来了。可是当转过了这个转盘之后，马上眼瞧着就奔着他们家刚才那小区去了。到了小区门口把车停下来，我不得扭头找他结账吗？可是
当我这一扭头，刚刚坐在我后座上的那两个姑娘消失了。小伙顿时慌了呀，人呢？谁不是这个反应啊？我告诉您，这是遇上胆大的司机了，胆小的混过去都有可能，弄不好我要遇上我可能就晕了。但是人小伙挺住了，自己坐在车上拿手把着方向盘发哆嗦，身上一直在回忆啊，刚才我转方向盘的时候我停车了吗？没停啊，而且这一路上也没听见门的动静啊，我车一直保持在20迈以上，他们俩是啥时候下的车呀？再往仔细这后座上再一望呢，这会儿呢，只见后座上摆放着刚才那两个小姐姐拿出来的两个布袋，还放在后座上呢。但这俩东西的出现，也就是说等于实锤了。小伙可能还能给自己找一条心理的出路，是不是我想媳妇想疯了，产生幻觉了？人家根本就没这人。但要说没这俩人的话，那后座上两个大布袋又哪儿来的呀？此时此刻，咱们这小伙子进入到了无助之境喽，怎么办呢？我现在下车大喊救命吗？这不合适啊！这个，再说这周围除了保安，人家不得笑话我吗？我告诉人家我遇到鬼了，没招了呀！越想越紧张，是越想越心跳，最后自己一拍脑门，得了吧，我呀，找警察叔叔去吧。直接，小伙接下来就开着这辆车奔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就开去了。小伙这会儿吓得已经丢魂了，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看警察叔叔比划了。到了派出所之后啊，给人家讲明了情况，听得咱们这警察叔叔都蒙圈了。啥玩意儿？你喝酒了吧？叔，我没喝酒，我司机怎么能喝酒呢？我没骗您，您上我车上看看去，那东西还在我车上放着。当时警察叔叔说实话也蒙圈，这啥事儿？这哪来个神经病啊？心里边是非常的不耐烦，就觉得他脑子有毛病，但没办法，得为老百姓办事啊，老百姓有要求，警察叔叔得完成任务，硬着头皮跟着小伙就走到出租车旁边了。但是咱们这警察叔叔按照小伙指的方向朝他出租车的后座一瞧，警察叔叔心里也慌了，真的就放在后座上两个大破布袋子，这俩布袋子非常的突兀，现代人根本没人用这东西了，俩布袋子黄不拉几的，有点像70年代人做的，现在呀，您哪怕提个菜篮子也没人用这种家伙事儿了。当时警察叔叔说实话有点紧张，问他就这俩东西是吗？你确定他不是你？你可没跟我逗啊，这不是什么东西吧？警察叔叔办案多，经验多，谁知道他是什么神经病？你知道里边放着什么玩意儿吗？谁敢过去上手就拿去？小伙再三的解释，告诉叔叔说，叔啊，我是好人呐，我正规人，我不会干这什么事儿的，是真是刚才这样发生的。这会儿警察叔叔一看的确是有点不太对劲儿，随手从旁边拿出来了个木棍，就在当时车边上立着的，拿起木棍之后打开了车楼子的门，拿木棍就朝着这布袋挑过去了。这种自卫的安全知识一般职业警察们都是明白的，可当警察叔叔拿木棍扒拉开其中一个布袋的面的时候，咣噔一下就吓了警察叔叔一跳啊！啊，这小子没胡说呀，这里边怎么真装的是骨灰盒啊？但是此时啊，最害怕的并不是这警察叔叔，我告诉您为什么，这骨灰盒上面大家都知道它是有照片的。当警察叔叔拿着这个木棍扒拉开这布袋，露出了骨灰盒里边的照片的时候，咱们这小伙子吓得差点没坐地上，因为露出其中那张照片上的这张脸正是刚才讲话温柔个子比较高的那个女孩子。您放心啊，不用琢磨了，第二个骨灰盒正是讲话偏清冷那小姑娘。您说这故事这是啥意思呀？您说难道这俩人是忽悠这司机跑到殡仪馆把自己的骨灰盒取出来，瞧上这小伙子了，看上他了，想把自己的骨灰送给他？
把自己永远的托付给他吗？这是怎么回事？直到最后，咱这故事的主人公啊，自己也弄不明白。玩好朋友们，我想啊，今天给大家扯个话题，聊聊咱们上学时候的事情。好多朋友都有上大学的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啊，这集体宿舍那都是每个人这上大学必经的回忆。但是往往在您上大学期间，多多少少这身边都有一些比较个性的朋友，或者是家里条件好的，或者上着大学就能挣钱的。我今儿要说的这特殊的朋友呢，是什么人群呢？基本上上了大学之后，他就谈上恋爱了。谈上恋爱之后呢，就不愿意住在宿舍里。接下来那就是面临着要在自己陌生的这座城市中开始租房子。租房子第一本身是为了能有个人空间，第二那是为了跟女朋友约会用的。我说到这儿，其实大家一听就能互动起来。可能您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您朋友有做过的。这种事儿啊，其实在校园里边是不提倡的，但是大学了，都是成年人了，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儿负上法律的责任。所以说有的学校管得非常严，但是有的学校放得还是挺开的。尤其咱这故事又是发生在2005年06年那会儿，那个时候很少有大学管租房的。那么咱今天讲的这个主人公，就是当时啊不听从大学安排，偏不要住在宿舍里，而且那会儿啊就跟别人不一样，就交到了女朋友的刘哥，然后在大学时候租房子遇上的怪事儿。那您听听吧，听听刘哥当年呢出了啥事儿了。咱们这个主角姓刘，刚才给您介绍了，刘哥是哪的人呢？西安人，从西安呢考学，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之后啊，刘哥呢那会儿家里条件算是不错的，小伙长得也帅，而且上的呢又是艺体类的综合院校。小伙进到学校中啊，当时大一的时候还没上到下半学期，哎，就和其中班级里的一个漂亮的姑娘俩人相爱了。相爱之后走到了一起，哎呀，那小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虽然大学生啊没什么钱，但刘哥家里富裕，家里给的钱还是挺多的。两人没事的时候出去约个会啊，看看电影啊，那段回忆刘哥永远都忘不了。但直至到后边，感情啊是越发越不可收拾，爱的不行了，彼此呢就打算把自己的终身啊就此托付了。哈哈哈，在后边的事儿咱就忽略一万字就不要讲了。所以后边好长的一段时间，哎，刘哥跟自己的女朋友啊都是辗转徘徊在这大学城周围的日租房、食租房、小旅馆。您想想，都正值壮年，那最失控的年纪。但是这可不行啊，您想想啊，这北京那个年代啊，虽然这物价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对于学生来讲，负担这个房费是很不容易的。刘哥家里给的再多，天天这么做，那是没个头的。结果经过两人的商讨，刘哥就决定不行啊，咱在附近租个房吧。可是此时这零几年的时候，北京的房租价格早就已经起来了，你要想租一个正规的那种单元房，学生是负担不起的。接下来这俩人由于为了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子，不但得安逸还得便宜，那可就费了牛劲了。哎呀，这青春岁月热血沸腾啊，干别的事儿不带劲，你让他好好学习啊，俩人没动力。但是租房子那劲儿就来了，俩人甚至把学校周边的房子扒了个遍。最终这阴错阳差，通过周围的一些中介介绍，发现了这周围有这么一间老房子。这间老房子呀，卧在这么一个市场里边，这市场本身呢就是非常陈旧的那种老式开放型市场，就是自由市场，甚至可能连收租金的人都没有。市场里边的这间老房子里边居住的几乎都是外地的外来客，而且刘哥他们当时选的这间楼啊是个独楼的小二楼，和旁边的楼还都不连接，看起来这房子得有五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并且这房子更夸张的还有几个点，
这整座楼里边好像没有人居住，这家家户户门口都是空的。按照北京的当时房价来讲，应该是租出去，可是这房主不知道都去哪儿了，房子没有人要。进到这房子啊，里边这小院的时候啊，刘哥当时就感觉这四周围散落着各种树叶，还有呢，这院子里边的那个草啊，长得也挺高的，四周围堆放着散落的杂物木头。一进院，刘哥就有点脑袋疼了。这他妈是仓库还是人住的？这是他第一反应。可是您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价格。这房子房主要出的价是奇低无比。由于金钱的驱使，刘哥还是想进去瞧瞧，也许院子脏，但是进到房子里弄不好还能住，所以说就这么硬着头皮跟着这中介就瞧里边看去了。刘哥当时问过中介，这房子怎么都是空的呀？这旁边为什么没人居住呢？中介也给不出答案，人家中介做这种生意啊，也不是这么爱太搭理你，含含糊糊的说了点什么，然后拉着刘哥他们奔着三楼就去了。这走到三楼上楼梯的时候，刘哥当时就感觉啊，哎呀，这楼梯上面这所有的这洋灰水泥，哎呀，参差不齐，好像都被人快铲烂了，这间楼似乎仿佛就要拆迁一样。刘哥半道上问人家，这房我租下来不会俩月就拆了吧？我怎么感觉这附近周围好像要动迁呢？可是这中介说，这周围闹拆都闹了10年了，的确都如同你啊，都盼着拆，但是到现在都没动过。刘哥这才放了心，继续往上走着。走到二楼的时候，他发现这二楼转弯的位置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门口放着个洗脸盆，洗脸盆里边有水，再加上周围一看是有人居住的，刘哥当时多嘴问了一句。刘哥说，哎，这二楼半怎么就一户住户啊？哎，这户人家好像有人啊。中介没说啥，中介就说了一句，哦，是个老头吧。然后拉着刘哥他们就又奔着三楼去了。到了三楼，您别说，正如同刘哥所想，打开这三楼他们这个房门之后，刘哥发现这里边的环境并不赖，很有生活气息。虽然里边的设施一看啊，那都是十年前的东西了，但是里边整体的洁净度和完整度还是很好的。嘿，甚至当时女朋友一进去自己一瞧啊，这些天来看的房子，这间房除了门口没法要以外，这打开房子之后的整体房间是最格局的。但是由于这房子门口过分的凌乱，两人当时看完房子虽说有点满意，但并没有拍下板来。后边啊，两人就进入到纠结中了。纠结啥呀？他们在琢磨到底是租前面那1200的，这外边看起来不错，但里边不行，还是租这900的，外边脏乱，但是里边实在太舒坦了。尤其是那张大西蒙斯床，呵，这主人这床垫子好像是新换的一样。哈哈，这俩人呢，可能就盯着这床了。正因为如此，最终两人拍板，反正能省一点则省一点，就把这间老房子给租下来了。哈哈，您听到这儿，这会儿都明白了。我这口气只要一上来，我这一上口，这故事吓人的事儿马上这就要发生了。这说话接下来，俩人租下来房子之后热情高涨，呵，有家了，那是什么劲头啊？这俩小年轻啊，甚至把这楼道都给收拾了，整个楼道重新做了一遍卫生，又把家里边做了一遍卫生，俩人是高高兴兴乔迁了新居。搬进去之后头十几天没发生过什么事儿，可是有这么一天晚上出了个小插曲。这插曲并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儿，甚至俩人还做了一件好事。这天晚上大概俩人吃完烧烤回来，可能得有10点了。10点钟俩人回到自己的这间房子，到门口就把手电开开了，因为房子里边实在太黑了，有点吓人。刘哥打开手电，扶着自己的女友开始慢慢的往上走。这刚走到一楼上二楼半的时候，差点把俩人给吓死。俩人就瞧见这二楼半上半截的这个楼梯上躺着个人，这人嘴里发出哀嚎的声音，哎呦哎呦，
当时就是这个动静。但是我知道您可能听见我学的有点笑，哎呀，觉得这什么呀？可是您算一下，按照当时两人身处的这个环境，此时这时间加上当时的昏暗度，换作您遇上这事儿，那肯定就当成鬼了。刘哥顿时害怕了，这怎么回事啊？这躺楼梯上，这是人是鬼呀？刘哥马上拿手电再次仔细的照，照完上下打量，他发现躺在地上这老人呢，貌似自己误会了，不像是个鬼。两人往后持续的又退了一天，这才敢壮起胆来跟躺在地上的老人说了话。刘哥说：大爷，您是住这二楼办的吗？您没事吧？然后接下来躺地上这个老人回答刘哥说：是，哎呀，刚才上楼梯腿软了一下呀，哎呦，磕我这胳膊了，哎呀，起不来了，老了，没用了。哎呦，这一下刘哥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得了，这是楼下住的那邻居，因为当初看房的时候中介就说过，这二楼办住的是个老头。刘哥急忙回过神来，然后跟着女朋友这马上往上冲了两梯，这俩人左右这一搭，慢慢的就把老爷子给扶起来了。老爷子扶起来之后啊，当时刘哥就能感觉得到，这老头全身的体重加一块可能超不过90斤去，特别的瘦，个子特别的小，就从他说话还有这皮肤状态上来看，老爷子绝对在80岁以上，并且这眼睛好像有一个还是白色的。哎呀，这么个老头怎么自己住在这二楼啊？当时刘哥心里边挺难受的，两人心肠好，这必定大学生嘛，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把老爷子扶了起来之后慢慢的送回了房子里。当时老头掏了半天，掏脖子上挂的钥匙手都发抖，弄了半天这才把门打开。可是这接下来这房子这一打开，刘哥傻了，哎呦，这老爷子房间打开啊，房子不大，特别的小，超不过10平米的一个小单间，房子里边摆放的东西好像还停留在30年前一样，甚至这老式的录音机都能瞧见。不过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爷子摆放的整体的品格。这品格，这老爷子不是个等闲之辈，屋里的东西仅仅有条。你看这么大岁数老人的独房独屋，不应该是怎么整洁的。再接下来，刘哥就从老人这房间的一面墙上看到了好多奇怪的东西。这墙上挂了好多的军功章，哎呀，当时刘哥就还多嘴问了一句：爷爷啊，您这屋里边摆放可够时尚的，这要搁我们现在小年轻来讲，您这复古风了。哎，您这墙上挂的这些东西，这都是您的吗？老爷子看了看刘哥，然后好像不太乐意告诉刘哥一样，然后沉思了半天，慢悠悠的说：也不都是我的呀，有之前战友留下来的，哎，就自个儿一个人了，就看着这些老东西念念旧吧。刘哥听完了假装感慨了这么两句，说白了就是对付，然后走到了老爷子旁边，拿手给老爷子掸了掸土，又摸了摸腿膝盖关节什么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一看无大碍，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俩人就离开了老头房间，回家去了。这次经历啊，算是刘哥跟老爷子这第一次碰面，但从这天开始，老爷子像是从远处搬回来一样，就回来居住了。后边的日子里，两人无论是什么时候出去，大部分时间老爷子的大门都是敞着的。您知道这老人尤其在夏天不愿意关门，他也不愿意用风扇，不愿意用空调，再加上这楼啊就这么两户人家，可能自己住习惯了，没有锁门的习惯了。就刘哥当时从这路过，每次过的时候都会跟老爷子打招呼，再加上之前帮过老爷子一次，老爷子也拿他们俩呀当成朋友了。不过咱这么说，这楼里就这两户人，就这样啊，这平稳的小生活啊，挺滋润的，日子
就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到了后边啊，在这间房子住了可能有3个多月吧，忽然间这么一天，刘哥两口子这才发现，哎，这2天没见着老爷子，并且老爷子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道，只是这么一天起来之后就没再见他开过门。可能这老头啊跟前些日子一样又消失了。这当时刘哥本以为老爷子应该走就是走些日子，不定哪天呢就回来了，不过这后边隔了1个多月都没再见过老爷子的踪影。刘哥那会儿心里还想了，这老头啊都混这么熟了，走时也没跟我说一声，那我还能帮你照顾个家了是不是？但是老爷子没提到过。自打这次开始，刘哥就再也没见过这老头回来，直到了隔了可能得有小半年了吧。有这么一天下午，这天下午刘哥和他女朋友逃了课，由于俩人今天下午全部上的是文化大课，俩人都不愿意上，买了2张碟回家看电影来了。俩人躺在屋子里，下午大概3点多钟看得正入神，就听见楼下叽里咣啷叽里咣啷的，像是有人在搬家的动静。这要搁正常楼没人出去看去，谁管谁呀？但是这个楼里没有别的居民，刘哥自然就起身拉开大门想上楼下看看，这别来坏人呢，这干嘛的呀？但是这大门一拉开，这楼梯下方正对着老爷子住的那个房间，刘哥就看见老爷子房门被人打开了，而且里边起码得有7、8个人正在搬老头的东西。这看到这一幕的刘哥此时就不对劲了，怎么回事啊？他心里开始胡思乱想了。他当时想，老爷子这么长时间没出现，这难道是死了？这此时下边搬东西的人弄不好就是老爷子的家人。刘哥当时心里挺七上八下的，然后特别含蓄的就凑到二楼那儿去了，开始就问人家，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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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您这是怎么了？帮这大爷搬家是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其中啊明显是管事的那个人看了咱们刘哥一眼，然后回答说，对啊，搬东西。你是啊？我是楼上邻居。那个这爷爷哪去了？刚回话给刘哥的那个人又说道，啊，什么爷爷？哦，小伙子，你说是这曹大爷是吗？怎么着，你认识他？嗯，我没见过你啊，你应该是新来的吧。刘哥当时很好奇，那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呢？我怎么就不能认识曹大爷呢？毕竟我在这住了也有小半年了。刘哥马上就跟他解释说，啊，当然认识了，我那个在这住了有半年了，前些日子曹大爷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后来就没看他回来，您这是给他收拾东西是怎么回事？刘哥这话一说出来，这本来刚才这长着俩都是大牛眼的那个男的这还挺冷静的，但一听完刘哥说这个，这男子皱起了眉头来。男子上下打量了刘哥一番，然后告刘哥说，你认识曹大爷？你见过他？刘哥点了点头，男子当时这表情就更坏了，这人从刚才啊好奇的表情转变成了惊慌，然后这男的就说，孩子别胡说八道啊，你在这住多长时间了？这曹大爷都走了多长时间，你上哪儿认识他去？你见着鬼了吧？哎呦，当时听完这句话，刘哥傻眼了，浑身上下呀完全像失去控制一样僵直地站在这楼梯边上。刘哥当时说，我身体发空，感觉人轻飘飘的，我又在想，这男的是不是骗我，还是他说的是真的？我脑子顿时开始不停地想之前的回忆，一直在不停地高速运转着。我回忆起来，第一天看见曹大爷，我说这老头怎么扶起来体重这么轻啊，我跟我女朋友扶他的时候就好像没分量。想到这儿的时候，
刘哥顿时心里边往下一沉，心里这回有点明白了。他当时站在那儿傻愣愣呆了半天，还是啊刚刚跟他对话的那个男子问的他，兄弟，这没胡说八道是吗？真见着了？你认识他是吗？那谁，你躲开点，你看着墙上那照片，是这老头吗？你没看错人吗？刘哥此时朝着屋里看去，往墙上一看，挂的那张照片，那的确就是前些日子自己的这个老邻居。然后朝着大牛眼点了点头。这大牛眼当时做出了一个吓人的举动，这举动让刘哥身上更起鸡皮疙瘩。大牛眼拿手捂了一下嘴，然后没说什么，然后告诉刘哥说，兄弟，这大爷姓曹，我们厂的，走了得有3年了，这房子一直空着没人管，厂里边让我们打理来收回，这块房子差不多呀应该年底就要拆迁了。今天晚上我们精彩的故事又要来了。朋友们好，咱们今天晚上要说的这期故事呢，叫住在下水道的男孩。就起这名字的时候我纠结了半天，我一看这名字起的，哎呀，我说后期小哥哥，我说这名字怎么跟那个就那世界十大禁片有点像啊。他说没事没事，咱只要不讲那个就得了。所以说您看完这名字也别误会，咱这是个正常的故事，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故事咱们要是给大家讲呢，如果简单概括一下的话，应该说是啊，一个任性的男孩子，家里边挺有钱的，平时挺溺爱他的。但这孩子有一天呢，跟父母拌嘴吵了起来，好像还是跟这零花钱有关系。这男孩子一气之下，意思是说我不非得指你们养着，我都17岁了。然后晚上这么一动气就离家出走了。那这离家出走你就走吧，走完之后没想到他还动了真格的了。走的时候这父母给的银行卡也没带着，统共统的身上带了700块钱。当晚跑出家门之后，奔着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就坐上了长途车，然后就奔着一座大城市跑了。那刚才咱可说了，身上一共就几百块钱，再买完了火车票全都噼里啪啦用完了，等到了这座他想逃亡的这座城市，这发现口袋里还剩400多块钱。17岁的小孩没在社会上闯荡过，没坚持个7-8天那就没地儿去了。但是这会儿他又不甘心回家呀，回家多丢面子呀，跟爸妈吵成这样了是不是，只能在外边忍着了。最后自己琢磨了半天，我这没地儿去了，我也不能睡大街上吧。正在自己着急之时，嘿，正好赶上这会儿是夏天，发现这座城市里有个小花园，他就睡到这小花园里边去了。所有的故事接下来就在这小花园中发生，因为在这小花园里边他遇上了个男孩。这男孩啊住在下水道里边，而且呢给他讲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听得他是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听完了这些事之后，他觉得不对劲了，不行，我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所以接下来就开始研究，我得怎么逃跑呀，我怎么才能跑回我的家呀，我不能让他给我困在这下水道里边吧。但是自己刚刚提出要走之意之时，是万万想不到这男孩貌似会魔法似的使用了这么一个东西，一下子就把他给送回家了。您是不是听这故事听得胡说八道啊？凯神这干嘛要给我们讲哈利波特是怎么着，完全不是这回事啊。您往后边听吧，往后边一听您就发现这故事还挺接地气的，并不是像我开篇时说的这么的光怪陆离。那得了，咱就不多废话了，咱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故事中来。咱们今天啊，在说故事之前呢，咱得先祝福咱们家一位听友，这可是咱们家的老听友了啊，人家岁数不大，小姐姐，但是呢，听咱故事的时间可长了，从我来喜马拉雅几乎没到10天左右，就一直一路跟着咱们的节目，她名字啊，就叫小神婆，在咱节目下边你们经常看到她的留言，
今天是12号，是小神婆的生日，咱们祝小神婆生日快乐，并且同时祝福小神婆呀2022年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然后越来越年轻，永葆18岁。希望呢小神婆能在这个节目中啊记住咱们现在的这个时刻。你看这是第一次啊，小神婆的生日呢在2022年中呢，咱们鬼组为他祝福。咱们希望2023年的时候小神婆还在，我也还在，咱们呢一直这么长伴相守下去。同样别的听友也是，您要是过生日提前个10天20天的告诉我，咱们节目是一切对大家开放的。那好了，咱们赶快，咱们不耽误时间了，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故事中来。今天呢咱们这期故事啊，您可能听到现在觉得我讲的挺温温柔柔的，这期故事应该没什么，看来凯神这是要讲一些什么奇幻类的故事，完全不是，这期故事才有什么了，一会儿后边的剧情啊是万分的吓人恐怖，您可一定做好了心理准备了。这件事啊咱们得回到1988年，并且呢您不但回到1988年，还得跟我来到1988年的巴西。巴西啊，南美的一个国家，非常乱的一个国家，号称犯罪之国，这国家的犯罪率是极高的。尤其是在88年那会儿，巴西那就更乱了。这88年的时候啊，您可以上网上查去，巴西发生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惨案。当时巴西的警方在巴西的这么一座水坝旁边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啊四肢让人切割掉了，但是这切割的这些刀口都异常的奇怪。那怎么说这刀口它比较奇怪呢？我跟您这么讲，88年的时候没有激光刀，你要说搁现在它有激光刀了咱还能理解，88年的时候就算有激光刀它也不可能做人体切割，但是这找到的这个尸体所有四肢被切割掉的这些创伤，所有面全部是被激光灼烧过的，您说哪个杀手闲的没事干，把人杀死之后切掉了四肢，再给四肢表皮的创伤面加个热呀，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不只是这一点点的奇怪，这具尸体的身上有各种奇怪的小创伤，这些小创伤啊按照现在2022年来说呢属于微创手术。比如说他的胸口处连着有七个点儿，这七个点儿明显都是被人钻孔钻到里边为了窥探内部内脏的。还有他的肚子上连同又有十几个点儿围在肚间，整个周身加上后背全部都是这种点点斑斑，这明显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这全身上下都是被这种当时人呢根本不为所知的这奇怪的医疗器械进行过全身的检测或者说是分解的。你往后边听，为什么我说它是分解。把这具尸体从坝边捡着之后拉回了实验室，经过了验尸，这才得知这个人身体里边所有的器官全都也被扎上了孔洞。哎呦，这一下您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身体外表皮的这些孔洞创伤全部都直对着他的内部器官，一个洞对一个位置。比如说他在上胸口位被扎了那七个小孔洞，那七个小孔洞全部是对着心肺的，并且再一检查，这心脏和肺部呀也都全部被人用某种医疗器械深入其中，在这里边取出了里边的细胞，或者说是取出了心肺上的组织，剩下别的器官位置以此类推咱就不讲了，全身上下人体所有的器官乃至大肠小肠都没有一处是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大家想象那样的进去之后给你这五脏六腑都霍霍烂了，没有，全部都是非常的规矩，伸进去打个小洞，取走一大块组织，然后就结束了。哎，这会儿听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暗杀行动，也不是什么杀手组织，这稍微有一点常识的咱们这朋友们都能听得出来，这是要找到这个人做什么医疗研究啊。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又在1988年，那一会儿的人对于人体实验有追求，但不至于这样呀，这难不成是要搞什么秘密的破坏吗？哈哈，完全不对啊，您千万不要这么想的。当时88年的巴西的媒体报道对外声称这起案件根本跟什么黑社会呀或者一些什么恐怖组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外星人事件。
也就是说，这小子身上所受的这些创伤，再加上这一切当时啊，这周边所有目击者的调查，这小子根本就不是被什么恐怖组织弄的，这一身的这些无法解释的伤害，全部是外星人所赐的。那么咱们讲到这儿，我估计这会儿你应该是不听了，可能得先去到网站上搜去，看凯神说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不信没听过呢。但您一搜傻眼了，我天哪，真有啊！那凯神这跟咱住在下水道的男孩有什么关系呢？嘿，我告诉您，有直然的关系。因为巴西88年的这水坝碎尸案呢，当时在当地闹的是巨大巨大的，甚至当时美国都派了人过来来帮着调查研究，所以说这事儿几乎是88年那会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在北美南美闹的是极凶啊。那么这事儿出了，那地方政府肯定要展开调查呀，甚至都影响到了巴西的高层政府了。当时这事儿闹得这么大，那一定得向民间开始征集呀，问问谁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说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士。就在88年出完了这件事之后，还没过了有这么二三十天了，忽然间有这么一对巴西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儿子跑到警察局去了。他们声称啊，说自己的孩子遇到了这个外星杀手了，是特别激动地告诉警方，我儿子认识他，我儿子遇到他了，他知道他在哪儿，快让他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把他抓了去。结果这警察到了那儿之后啊，我的天，到现场这一检查，这小孩口供中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很多呀，这好像是久居在这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明显走到这地儿之后，我发现这里是满目狼藉，主人离开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好多东西都没带走，但是留下来的这些东西经当地的警方这么一检查，我的妈呀，这根本不是咱们人类用的东西，这些零件这些东西太奇怪了，这是干什么用的呀？那么也就是说，当时88年呢，人类的科技水平是无法解释这些所有遗留下来的产物的。那么加上之前的碎尸案，再加上后边这小孩来报警说见过一个奇怪的男孩，那这件事统一起来这么一盘算，那不用说了，实锤了，这是找着了呀。那也就是说，现在警方探究到的这个居所一定就是碎尸案的凶手所住之处了，只是这个凶手啊，哈哈，貌似不太像人类，总感觉这凶手真的就像前些日子官方媒体声称的是个外星人。再由于这凶手当时发现的时候是住在下水道里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期故事，住在下水道的男孩，这不就来了吗？也就是说，跟您呢噼里啪啦说了十好几分钟，这才刚刚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故事中来。也就是说，咱们这期故事的前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引子的，没有这个引子，后边这些故事就不精彩了，没有意思了。那么您就听我说吧，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儿啊，咱们在之前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就是一个巴西啊，一个特别大的农场主的孩子，是白人啊，不是南美人，是白人呢。自打几代前就在巴西那边做生意做事了，人家家里世世代代都有钱，说白了就是这么个富二代，跟爸爸吵架吵得挺凶的，结果一下没闹开，带了这么1000来块钱，是一气之下就奔着自己这巴西这国家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去了。按理说在那个年代1000多块钱是一大笔钱了，不少钱，但您别忘了，架不住这富二代他不食人间烟火胡乱花钱，没些日子把这钱造的还剩几百块钱，没地儿去了。而且圣保罗那边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便宜的地儿特别便宜，但是你小心安全，这种便宜的地方啊，您400块钱能活3月，但是在这里边待着，那黑社会啊乱七八糟可就多了去了，这小孩他自己也有分寸，他不敢去高端的地儿，我告诉您，他可是不输纽约的。到了圣保罗，这些高端酒店在80年代的时候消费就已经极高了，400块钱支撑不了几天。这孩子当时举目无亲，没有办法，就流离失所，实在没辙了，就走到周边，发现呢，哎，这前边有个漂亮的湖边，这湖边上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大花园，得了吧，
再加上现在巴西也挺热的，巴西本来就没什么冬天嘛，反正也冻不着，干脆我就睡在这花园里边吧。到了这花园睡下之后，就在第一天晚上夜里边睡到3点多的时候，忽然间耳边有人跟他说话，一睁开眼一看，哎呦，吓了一大跳，是一个长相奇特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相当的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为什么说他长得奇特呢？并不是说长得像怪物，男孩子长得是通体的雪白，两个眼睛冒着绿光，而且更加诡异的是长了一头的白色的头发。当天晚上头一次跟着男孩见面的时候，在月光下照的这男孩是无比的诡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小男孩身上带着一股子圣洁之气，再加上这男孩说话讲了一嘴的伦敦的英国口音，说话特绅士，特别的温暖。此时本来咱们这小富二代走投无路，举目无亲，一看遇到这么个小伙伴又对他特别好，而且聊了没有3言2语就邀请他说到他家中做客。这男孩再一琢磨，又看了一下这眼前的这新认识这朋友，上下一打量，身高也就是个1米55左右，又瘦又小，长得像个小精灵，他能怎么害我呀？真的要是有什么对我有害可图的话，这动起手来他也不是我的个儿啊。所以就这样跟着这小男孩就回他家去了。可万万没想到，这小男孩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呀。本以为是个什么漂亮的房子，嘿，闹了半天是这花园尽头那边这么一个大的地井。这个大地井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地沟，这个地井啊应该是坐落在湖边这么一个操控站，下边有好多那种水的阀门，应该是负责这湖水里边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引流用的还是控制坝的咱也说不清楚，反正里边是无比的宽敞，而且干净讲究。里边进去之后，先是爬到了这井口下边，到了深处啊，他带着他往深道里边继续走。在井底的这小道中啊，往前走了没这么几分钟，就看见左侧有个小门，这小门明显是被人拿那种木头做的，把这小门一推开，哎呦我的天哪，当时里边的景象吓了咱们这男孩一跳，因为里边是琳琅满目，这四处放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仪器，有的仪器大的像那个大保险柜这么大，有的小的像小音箱，还有好多他从没见过的东西。按照当时这男孩在给警方录入口供时所说呀，我告诉您呐，这小男孩家里边所有的东西有好些个都有点像咱2022年的手机，或者说是一些iPad 呀，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他没见过什么叫液晶屏幕，看到这个东西，哦，我的天，这是什么玩意儿啊，马上就开始询问着男孩，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没想到这小男孩竟然回答他说，他说我不属于你们地球的，我是来你们这儿搞研究的，我在我们的星球啊，我是个科学家，我是来探究你们人类的，咱们呢其实本差不多是同类，但是我不归属于人类，也可以这么严格的说，我不归属于地球人，我呢一直在研究我们之间的血液，还有我们之间的所有的器官，包括大脑组织有什么区别。这当这男孩说到这步的时候，咱们家这小富二代就有点紧张了，开始四处张望，再一看呢，他这屋里边有类似于激光枪的东西，好多东西都带有攻击性，这瞬间又联系起来了前些日子看电视上报道出来的那水坝碎尸案，这男孩马上心脏就提到嗓子眼了。不过外国小朋友他比较冲，马上就问这奇怪的白发小男孩，那我问你，那水坝的那个碎尸案是不是你做的？然后这个声称自己是外星人的白发小男孩就回答他说，啊，是的，是我做的，他是我从你们人类的疾病救助站找到的，他应该活不了2到3天了，我用我们最舒适的办法让他结束了生命，然后我才开始窥探他的身体的。啊，这真的是你做的？你把我带到你家来，你不怕我说出去吗？我们人类的警察很厉害的，那你该怎么办呢？啊，不用担心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还有两三天我就要离开地球了。你真的来我们地球就是为了搞什么科学实验？你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用我们的方式来到你们的地球，到你们地球收集一些资料来作为录入的。在我们星球上啊，每隔3年都会到你们地球上来一次。啊，对了，我说的年和你们的年不同，我们的3年就是你们地球的30年。什么？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不会是想害我吧？啊，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害人的，我是科学家，你不要害怕。前几天我做的那件事情，希望你能理解。就算我不送他走，按照你们地球的时间换算，他也活不过48小时了。啊，那也不行啊。那你知道在我们的地球杀人是犯法的吗？我知道，什么都知道。我们的星球也有法律。你们的星球叫什么？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了你，你也没法知道，因为以你们地球人的技术，还没有能力到达我们的星球。那也就是说，你们的科技远远超过于我们？你带来的这些仪器全部是在你们星球带来的吗？是的，我是把它们先缩小之后再带到地球，然后到了地球之后我再把它放大使用的。你们的技术有这么厉害吗？这是很普通的技术啊。我们那边的技术科技应该远远高于地球2000年左右吧。我没有问题问你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能让我走吗？你为什么要走啊？我没有害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询问你一些事情，我也想问你一些问题。我手里边有几道题目，希望你能够把这些题目帮我认真的做一下，我也想找到答案。问完了这些之后，你明天下午就可以走了，同时明天下午呢我也要离开了。这白发的男孩啊，说完了这些之后就回过头去，跑到左侧呀，这家里放的一个小箱子，应该就是人家外星人用的冰箱，里边拿出来了一些地球上的食物，递到这小子手里。小子接过来一看，这食物是咱们自己地球的，也就没怎么琢磨，就开始吃了起来。吃完之后，这白发男孩让他当晚就睡在了这儿。当时让他睡觉之前呢，这屋里边是空荡荡的，除了2把椅子以外没有地方睡。但是这白发男孩说完了让他睡在这之后啊，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立方体，把这立方体放到旁边的一个仪器上，照这仪器上摁了个钮，一摁这仪器就扩展出了一张床在这男孩面前。这男孩就傻了，当时躺在这床上，这床是完全电动的，把这男孩瞬间包裹了起来，别提里边多舒服了。没有一会儿闻到了一股幽香的味道，就进入梦乡了。等到转天醒来之后，这白发男孩给他准备了早餐。吃完了早餐之后呢，这白发男孩又递到了这男孩手中一个平板电脑。其实当时的采访，这男孩说的不是平板电脑，他自己拿嘴叙述了半天，其实讲了半天就跟咱现在的 iPad 是非常像的。这电脑打开之后啊，里边有40道题，这些题目非常的奇怪，问的方式都非常古怪，但是上边是有英文和拉丁文的注解的，全都能看得懂。所以呢，这个男孩就在这白发男孩的引导下快速的做完了这些题目，交给了这白发男孩。白发男孩当时接过来题目之后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然后到了下午3点多钟，这白发男孩就把这个男孩送出了洞口。出了洞口之后啊，咱们这小伙子就疯了，终于逃出来了。因为他当时啊，虽然在下边啊呆的感觉这白发男孩没有攻击他，但是他心里边害怕呀，这万一这白发男孩要翻了脸，我死定了，根本不是跟人家一个阶层的。所以跑出去之后就直奔了当地圣保罗的警察局，到那儿报了警。后边就是圣保罗的警察联系了他另外一座城市的父母，父母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可是在接下来对这男孩的审讯和调查中，他才把之前发生的事说出来。当天晚上11点多钟，警方是整整集结了大几十人，
奔着这男孩所说的这下水道就去了。到了下水道，咱就不用讲了，就是咱刚才开篇给大家说的那一幕了。好了，朋友们，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哎呀，这篇故事怎么说呢？我看着外网上面下边的对这件事的评论啊，各有说辞，有的人说这是假的，这就是当时80年代那会儿媒体落后，巴西政府想瞎炒作，然后找来的骗子在上面给咱当电影故事演了，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哪有这事儿发生。但有的朋友他不行，有的朋友们他说他当年经历过这件事儿，现在他也40好几了，88年的时候那会儿啊，他说我很清楚的记得确有此事，我们觉得不是假的。往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不相信别人，人家跟你们说的是真的的东西，你们认为是假的，人家跟你们说是假的，你们认为是真的。我们觉得这男孩公开出来的他和白发外星男孩的对话非常的真实，白发外星男孩说的东西呢，又简单又接地气，不像一些科幻小说里边说的好什么什么几亿光年的怎么怎么回事，弄了一大堆都是听不懂的，甚至说出来的一些话都是地球人的换算单位和地球人的思维方式，外星人他不见得懂这些东西的。还有再加上他里边说的好多细节逻辑也都合理，人家不但要检查生物，最后让他做的那些题啊，应该是换算咱们人类的大脑到底发展到什么阶段。但是这些小伙伴们还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他们这些外星人不是对咱们地球没有敌意，只是咱们现在还不足够对他们产生敌意。他们为什么总在监测咱们呢？他们就是要看着咱们到底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的智商，我们的科技一旦发展到了阶段，那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对咱们。所以说好多事儿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也分析不清楚，毕竟我也没见过这外星人。您要是见过啊，您下方留言，您跟我说道说道。这不咱家前些日子有一个大肚子冒蓝火那听友给咱讲故事，那个说晚上在他们家院子看见个冒蓝光的怪物，那不就是见过外星人的吗？所以说您有故事别忘了讲给我。那咱们今天这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